现在是八月中旬，这里是著名的连锁花店，叫 Sheridan Nurseries。今天来看看这里头摆在这个院子里头户外的小花。首先映入眼帘，不是映入眼帘啊，是追求的，找着到处找，打折了，打折了，sale，40% off，六折，什么呢？都是夏天的小果树，应该是浆果，比如说蓝莓呀、红莓呀、草莓呀，说是六折哈，看看原价40块。这是一个红莓，这边是 rose 月季玫瑰，这是 knockout 品种，没有看到，没有找到打折的牌子，还都是原价。又看到一处打折的，40% off，六折。Shrub and tree magnolias，这就是所有的玉兰树、玉兰花、灌木都是六折。夏天种这些树啊，是有挑战的，280元价。八月中旬正在开花，这属于晚花品种的开花灌木，非常喜欢这个啊，叫 bluebeard。它有一个特点，除了花期晚以外，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从种子开始，当年就能开花。这是开花灌木啊，当年就能开花的开花灌木不多见。但是这种小兰花可能比较难成为目光的焦点，虽然它这个时候开花还开花挺多，是不是有种薰衣草的感觉？怎么又发现一个在这睡觉的？现在阳光极强啊，晒得我脖子上都是烫，都是疼的。哟，打扰了啊！现在正在花期的还有木槿，也算是开花灌木吧。木槿里头有一类，就是它的叶子发黄，有的人就专门偏好黄色叶子的植物。木槿的优点，除了花期晚以外，还有就是不同的花色，甚至有重瓣的品种。好了，八月中旬的花店就说这么多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